让全球玩家等到碗都要敲破的 Final Fantasy VII 重制版，在 Sony 最新一期的 State of Play 直播中，毫无预警的释出了前导预告影片，采用类似 Final Fantasy XV 的战斗系统，让这一次的重制版有着更流畅的游玩体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影片中，除了之前就曝光的主角克劳德和巴雷特之外，众多玩家心目中的女神爱丽丝也首度曝光了她的可爱样貌。她与克劳德首度相遇的经典场景，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回忆了呢？从影片中可以看出，游戏的画面与战斗的流畅度可以说都是目前业界的最高水准。同时游戏也预告了将在6月公开进一步的消息，就让我们期待在片尾中以背影惊鸿一瞥的塞菲罗斯到时候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情报吧。